看一下自制小型电动拱丝机啊，这款单面采用的是304的实心不锈钢光轴铝块，底板选用的是8毫米厚的铝板，高强度弹簧，对吧？这款可伸缩啊，看一下可伸缩，可360度旋转。咱们采用的是正反转啊，正转和反转。减速器咱们使用的是行星减速器，电机为6旋转的高速电机啊。看一下哈，有需要的朋友啊，可以直接点击左下角黄色购物车直接去购买啊。下面咱们启动看一下啊。这是进丝，这是退丝啊。好吧，可前可后啊，可前可后，看着旋转都可以啊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款可供的这个丝孔有1.5两个的，2.5三个4个5个6个都可以供啊。